级汽车。怪物星球，就差一点点。哇，阿里太棒了，我越来越崇拜你了。我可是拼塔高手。嘿，伙伴们，我来了！旋风，我好不容易搭好的雕像，现在全被你弄倒了。不就是拼塔雕像吗？交给我吧。嘿，完成。不对，嘿嘿嘿嘿嘿，这次对了吧？太搞笑了！完全错了，这也太难了。有人需要救援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毛毛怪，哈哈怪，太好了，终于联系上你们了。哼，你们想干嘛？又要搞破坏吗？不不不，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。我们居住的星球出现了分裂，马上就要毁灭了吗？不要啊！这个救援任务交给我们吧，所有问题都难不倒超级汽车。赛车旋风，大吊叉力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太空飞行器。哇！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的星球，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变成碎片。哦，朋友，哦，家人，都去哪儿了？谁能来帮帮我拯救家园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遨游太空，加速度向前冲，发现星球，推呀推，推呀推，慢慢移动，扛手臂向前伸，抓住星球，拉呀拉，拉呀拉，扣扣扣扣啊。我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一块块一块块全找到了，开始拼搭，拼一拼，拼一拼，搭建星球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全都错啦！我来教你，拼一拼，拼一拼，搭建星球，放左边，放右边，放上面，放下面，完成搭建。别担心，接下来靠我的。毛毛怪，这次你的毛毛可发挥了大作用哦。超级汽车拯救了我们的星球。超级汽车！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超级汽车。我想这件事好像把你难倒喽。